薇即将发行首张个人 EP， 今天第一次在粉丝面前演唱主打歌《爱就是》。爱需要一眼两眼，越看越顺眼，在每一天的幸福感突然降临在我们身边，爱就是拥抱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切，两眼想微笑一天每一天。感谢你们从海地来台湾感受海湾海地，sorry，来，我先把这个拿掉一下。海地是淡薄啊，我把那个拿掉。海外 ，sorry， I'm sorry。今天是在台北的第一次在大家的面前唱歌，非常的兴奋，然后又有非常的紧张。音乐一下以后，其实整个都解放了，整个都忘记当初的紧张，然后就感受到台下的那个气氛。那这次就是自己专辑EP 里面有自己的创作嘛，那创作灵感来源，还有没有特别去为了这个创作做什么训练？感觉是从大概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在跑步，然后觉得在运动的时候在想，在睡觉的时候醒来的时候，24小时一直在想词，想我当初恋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后来从那个情节。想起来以后就开始有灵感了。最近忙着拍戏，也忙着宣传 EP 的胡宇威说，只要有大家的支持就可以火力全开啦。这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遇过的，这个其实有一点像尬戏的感觉，就是这边忙完就赶快跑那边，这边那边跑完就赶快跑到这边，就是忙碌其实很好，然后再就是说刚开始就会觉得累，但到现场以后看到大家，到现场看到大家在人山人海的感觉，是真的让我火力全开。今天李玉芬也特地到场为胡宇威送上祝福，还贤惠的帮胡宇威按摩舒压哦。来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有没有很舒服？哇，很厉害哦，有练过哦。好了，看一下左手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表情诉说了一切呢。玉芬的力量还蛮大的，是，因为我今天吃了两份早餐。有杀气。刚刚想要放软一下，好，没事。哦，跟玉芬合作啊，你们两个会擦出什么火花吗？如果有下一部戏可以合作的话，当然会，一定会有火花，一定会有。希望还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。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是因为他帮了这个忙，拍跟我合作拍我 MV。然后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，一定会帮得上他。而被问到有没有和陈婷妮分享这次的新歌时，胡宇威表示，我有逼他在 KKBOX 下载，然后他有下载，他听了还真的还不错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就要把那个 EP 也要送签名一下，也要送给他当礼物。包News新闻网采访报道。